近日，陈妍希在京出席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，她身着深色肩带晚礼服，搭配亮片坠饰及修身廓形，尽显柔媚风采。她赋予银色手包及珠宝亮相，化精致淡雅妆容，简单大气，兼具柔情温婉，更不时露出标志性的暖心甜笑，与同场影人热聊相聚。华表奖邀请各时代影人一同见证电影艺术的辉煌与进步，陈妍希表示很荣幸与众多新时代演员共同感受影人荣光，坚定自我热爱表演艺术的初心，他未来将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影视项目，在电影路上不断积淀，争取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